人生海海，久别重逢，欢迎各位来到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团圆季特别节目《重逢》，我是王野。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见证着重逢感动瞬间的，我们的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张春蔚老师。大家好，我是春蔚。其实重逢是一剂良药，它有时会苦，但是会有回甜。希望更多的人在今天的重逢舞台上，享受永远的甜蜜。 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圆梦团的团长是我们的著名的评论人、经济学家杜帅教授。大家好，我是圆梦团团长杜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人间最美是相逢。还有我们的圆梦团的成员，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周晓鹏老师。 大家好，我是周小鹏，我也是圆梦团的一名成员。每一场重逢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每个人对于情感的渴望。希望这一次，我作为圆梦团的成员，能助力每一个求助人能够得到重逢。还有我们知名的媒体人于博宏老师，大家好，我是于博宏，很荣幸能在这一个场合和大家一起见证每一场刻骨铭心的重逢。 还有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的石广新老师。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石广军。圆梦寻人，助力团圆。希望有更多的公益志愿者共同加入到公益寻人的道路上，让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家庭实现团圆。 感谢我们圆梦团的成员，也感谢我们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个个的重逢感动的瞬间。人生海海，久别重逢。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位求助人他有着怎样的愿望？他想跟谁重逢？又跟他有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有请我们圆梦团的团长杜教授跟我们一起来简单介绍一下。哎，今天我们这位求助人啊，他只有十四岁，但是他患有重度的地中海贫血。哎呦！ 但是在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呢，他是一直非常乐观，而且呢眼神非常坚定。为什么呢？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这个好心人帮助他走出病痛的折磨。那今天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我是潘家彤，来自广东。曾经我以为我再也不能跳舞了。 那还好，我遇到了宁叔叔。我希望我能找到他，完成当时与他的约定。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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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小姑娘好。呃、哎，我们是来自广东清远的，嗯、然后这次来到天津，就是想，呃，杜教授帮我们找一下我们的那个恩人。对大概情况能帮我描述一下吗？ 他因为得了那个重型地中海贫血嘛，哦、然后他的手术期是最佳时期是三到七岁，但是当时他已经八岁了，嗯、就是等不起。那老师就是打个电打了电话给我，嗯、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你筹到这一个钱。平常联系不到是吗？有微信，但是一直他都说就是只要你女儿好了、嗯、健康了、嗯、就行了。哦，那姑娘见到呃恩人之后要怎么样？ 我想跟他完成我当初的约定，嗯，就是以我健健康康的身体给他跳一支舞。行，那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的去帮你们寻求你们恩人，有联系方式吗？到时候你可以给我。我有他的手机号和微信。好的，好的，到时候您给我，我来跟他沟通，好吧？好，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好辛苦，好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求助人来到我们的舞台，有请，欢迎秦中。哎呀，这么看上去都特别健康嘛，<laughs> 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laughs>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清远的谢丽英，呃，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两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孩子的妈妈，旁边的是我女儿。 我叫潘佳彤，我今年十四岁。两个重度地中海孩子的妈妈，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妈妈跟我们讲一讲。是这样子的，在二零一二年，那时候我女儿只有一岁半，然后她就是一直发烧，是呃高烧的那种，然后一直都退不下来，就上了医院，医院就给我们确诊了，他说你女儿就是重型地中海贫血。 我们对这个病也是很模糊，不太了解。当时我怀着二胎，已经三十六周加了，那医生就建议我们，他说：“你这一胎是重型，你二胎也许也会重型。”所以当时我们就马上做了检查，就是很不幸，我们的那个呃结果是三月八号出来的，但是小孩呢，就是三月六号就已经出生了，就是。 确诊的相二两天是三月八号，对，但是三月六号孩子已经出生了，生了对，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遭遇了双重的痛苦。就是这里面呢，呃，看到我们这位母亲，然后两个孩子都是地中海贫血啊，我特别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疾病呢，它是遗传类的这种疾病，对，这个疾病可以在从源头上，可以是控制的，这是可以在孕前当中检查是否有这类疾病。那么提醒即将为下一代进行准备的爸爸妈妈，您在孕检时候一定要增加这一项的检查，这样后面。 您的孩子才能够是健健康康的。婚检和孕检其实都是有助于防范其他的同样类型的这种问题的产生。你想想看，一个母亲刚刚经历完这样的痛苦，生育的痛苦，又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当时听到这个结果就，就整个人就崩溃了。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几天之后，我就在冷静下来了。我就想想，我两个孩子都已经生病了，如果我再倒下来的话，我的两个小孩谁来帮我照顾？然后我就振作起来，配合医生的建议。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说：“呃，先去找一下骨髓，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在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下，你先让孩子去保守治疗，让他输血，输好血。” 排铁，排铁呢？它是打那个针呐、啊，它一天要打八个小时。我大概能够想象你的那段日子，一方面迎接了一个新生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迎接到了一份双重的命运的痛苦的加持。然后我们就听了医生的话了，就是先让他输好血，就是等他有一个好的身体去迎接接下来的救助。 接下来的手术就是做好准备嘛，先要把它护理好嘛。然后我们就一直等，大概是我儿子两岁的时候，我儿子在那个骨髓库就配对成功了。因为他们输血啊，还有去配型啊，这些都已经发掉了一笔费用嘛。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去借钱呐、啊，还有通过一些平台去求助，就筹到了大概三十万这样子。但这三十万其实只够交押金。 就是医生跟我们说，他那个康复治疗都起码要二十万，先解决了一部分，先让孩子先做完这个手术，后续的再去想办法这样子。女儿能够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吗？大概是每个月都要去输血，当时是在哪个位置输？是这个静脉，他是这个手都已经扎的花了我看看你的手。你看哈。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手，但是她很坚强。<吗> <laughs> 当时就是，就是打得惯了，然后坚强。打得惯了，嗯。有的时候会扎出血吧？会，有时候扎不到血管。<会>而且有的时候会肿吧？会。会疼吧？会。会哭吗？不会。为什么？因为。 这是能够，能够维持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方法。好样的！那弟弟的康复最后怎么样？成功了，他已经做完成功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到女儿这一边，女儿也是一直在等待那个骨髓，但是一直都没有等到，直到二零一七年用半相合的骨髓。 就是家里人，呃，爸爸或者妈妈的骨髓来去帮他做手术。但是当时我们，我儿子刚做完手术四年，那时候花了四五十万，都是靠借靠筹，我们都还没喘过气来。然后又要到女儿这一边，女儿当时跟爸爸是配到半相合的，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钱的问题，到了二零一八年，那时候都还没有筹到。 在平台上跟自己借的只筹到了二十多万，还差八万。他这个治疗有没有一个期限？有，有一个期限。医生跟我们说是三到七岁是最佳年龄，嗯、但是当时他已经八岁了。年龄越大，他做手术的风险就是越高的。嗯、错过了就不能做，就是一直就是保守治疗咯。能活到多大？如果这样的话，他有如果有血书。 不发生其他状况的话，他可以一直活，但是一直都是要靠输血去维持。所以那个时候，您知道可以做手术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对。但是你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手术做好。对。相当于他当时是第一儿子救助，女儿救助，然后本身就在跟时间和生命赛跑，但同时是什么？就在压心在，就看到了希望，但是这是又变成一个更大的绝望。 这个太难了，就你看到那个光，那个窗户就你就马上抓到它了，但是你就是抓不到，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又没有别好别的好办法，那只能够盲目的去往上面散布那些信息啊。对，只能、嗯、大海捞针啊，更好的社会的力量来获得一些解决。其实于老师哈，地中海贫血这个话题在媒体当中的报道是挺多的，确实有很多。 他通过各种方式在挣扎，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全部是严重的地中海贫血，这面临着对家庭来说，那可能我们不能说是灭顶，但至少他难以去面对孩子受到的这一种痛苦，父母的那一种痛苦。 面对着孩子的痛，父母他会更痛，因为他没有办法向孩子去解释、去说明。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哈，我们经常说“为母则刚”。我相信弟弟刚到这个家庭，别人家里面可能都是欢声笑语，但是他马上接到的是命运的那些不公平的东西。我在想，第一，我要考虑钱的问题。 第二，我要考虑我的孩子可能接下来永久性的要去做治疗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对孩子来讲极其痛苦和难难以忍耐的。而且刚才孩子告诉给您说，我得活下去啊！那一刻特别难受。所有家人在为了活下去，为了让生存变得更好，那种力量感又让人觉得很有敬佩。 这种力量很弥足珍贵，但有时候他很无奈，很苍白。所以我接过来说：“你看，刚才于老师说两个字，一个叫苍白，一个叫无奈，正是妈妈现在坐在沙发上的表情。”呃，我挺难过的，想问一下，孩子的爸爸在做什么呢？上班，他一直都上班，因为没有他的那一份收入，我们就更难了。 所以，小孩的所有上医院打针，全部都是我一拖二的去医院。医院就像我们第二个家一样。那也就是说，孩子的爸爸一直在跟您一起肩负着两个孩子的康复治疗的工作，<对>是吗？只是分工不同。嗯。有一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他打来，他说他姓宁，他说我是一名歌手，他可以帮助我女儿筹手术费。 我就找了一些呃志愿者帮我去核实这一个人的信息。核实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令老师是可靠的，他做过很多公益事，然后在网上也可以查得到他的信息。后来令老师呢，就是通过他的演唱会预演，把剩下的那一笔补充完了，然后我女儿就可以成功了进院做手术。你见过他吗？ 远远的看到过，但是没有面对面的接触到，就是，啊，有微信，哦、有电话，哦、有联系，<对>然后他甚至专门为你们做了一场演唱会，对嗯、但是也只是远远的有个照面，嗯，为什么没有去更近距离你的见面呢？因为当时我也在微信上跟他说了几次了，因为我小孩已经都做手术成功了，也是因为你在你的帮助下，然后我很想当面。 带着孩子跟你说一声谢谢，他说不需要，这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只要看到你女儿健康了，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读书，我已经就很欣慰了。这个做了爱心，却并不太愿意让救助者对自己表达谢意。其实石老师能够理解吗？非常能够理解。如果按照常规的。 叫做，我和你帮助了你，我希望你给我有一些回报，这是一种常规的，或者叫做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公益这里，他只讲究爱，他不求你回报，甚至也不等着你说一声谢谢。所以在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公益组织的这种力量和爱心人士的力量。我还是相信。 妈妈的这份寻找和坚持，以及女儿，好像据说儿子都带来了哈。<对>就是我觉得这一家三口想完成的心愿，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成。其实，杜教授，你这边的线索情况怎样呢？是这样的，这个潘家彤的故事啊，很感人，确实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么，妈妈呢，也把宁老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了。 宁老师的态度呢，一直都说，我还是不见了吧。说我，呃，毕竟这个事儿做了就做了，他们没必要这么牵挂。宁老师到底能不能来呢？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能来吗？我想和宁老师见面。当初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以我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跳一支舞，给第一次给我生命的妈妈。 还有第二次给我生命的令老师，所以，令老师今天究竟能不能来到我们跨时代战术团圆季重逢的现场，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来，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重逢时刻。 长这,这么高了，要高了好多、哦。是啊，特别的开心。希望就是孩子，呃，能够健康，这是我们所有帮助他的人的心愿。看到他们相逢的一瞬间，我觉得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啊，他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呃，捐了这么多钱，而且他还提到了，其实这个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他很多人，就很多人在一起筹集的善款。也就是说，这个姑娘能够像现在一样健健康康的成长，并不是宁心兵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以宁心兵为代表千千万万人的功劳。一起坐下来聊，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宁心兵，是。 来自广州的一个音乐人，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天津卫视，看到童童，我们四年多没见了，现在的精神状态真的是特别好，那个气色啊比以前好很多。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虚弱，然后脸色也不好。但我知道他喜欢跳舞。那老师当初是怎么决定帮他们？是怎么样看到这个信息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在一九年初的时候呢。 有一个我们低频协会的志愿者娟姐，然后她就跟我说了，有一个孩子叫潘家彤，娟姐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很特别，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撑起孩子的生命。我就联系了那个彤彤的妈妈，然后知道了她的情况以后，我说我现在业余时间啊也比较多，看看能帮助孩子。我记得我那段时间就是每天的朋友圈都在发彤彤。 后来我就想搞一场大型的义演，然后为了筹备这个义演，呃，当时也是身边的粉丝啊、亲朋好友都来帮忙。嗯，当时呃找了一个场地，他这个场地只有六百多个座位，结果那天来了有差不多一千人。我当时就是我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然后那个地面的通道都坐满了人呐。啊，啊那个场地方说：“宁老师，你得赶快把通道的人清出去。” 要不然这个演唱会一演就不能举办，我就很着急。最后我一个办法就是，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人，还有呃我最好的朋友、领导、嘉宾，我让他们全部起立到后台去。凡是我的亲近的熟人，<对>不怕得罪，先让他们清场。对，全部上到后台去，让通道的人坐进来。就是这样，外面还有很多人进不来，所以当时那一瞬间我又着急，又开不了场。 我就急得都哭了，知道吗？我说求大家了，赶快把秩序准备好，我们要开场，要不然的话，整个流程就我们的演出就不能举行了。妈妈知道这个演唱会背后的事儿吗不？不太，他可能不太知道。不太知道。知道哦、但是后来呢，就整个现场让我特别感动。只要你用心去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嗯。他的康复的经历，你有悄悄的关注吗？有。 静静的关注他，其实我知道，因为帮助他的人很多，我只是作为一个发起人，在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所以我想呢，就是这几年我也不想麻烦他，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我也关注他的成长，知道他现在健康在恢复，在他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呢，我不想麻烦他，又过来感谢我，又怕他买东西呀、啊，啊、呃，怕他破费。 所以，宁老师，您之前一直不来，但是是什么让您来到我们跨时代战术的现场？我知道他喜欢跳舞，在他手术之前，我们有个约定，就是等他健康了以后，要把最好的舞姿展示给我们。现在童童健康了，我好期待能够看到你现在的舞蹈。 另外，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啊、呃，让童童为所有曾经帮助他的人说一声感谢。我也同时很对不起那一天支持我的人，在我的义演现场把他们推到门外的那天，我是很痛苦，但是我又很开心能够帮他筹到钱。我此刻也因此明白了宁老师为什么。 久久的这么多年不愿与他们母女见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发起人，但同时有这么多人，大家抱团取暖，同舟共济，大家,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献出了爱心，是大家而不是我一个人。彤彤。 我看到你的这个手上呀，扎了无数的针眼儿，疼吗？不疼，不疼，那是你很坚强。你知道你的痛苦，其实在你妈妈的身上是翻倍的吗？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因为妈妈一直都是在安慰你，你还小，你是孩子，妈妈安慰你说：“彤彤，咱们不哭，彤彤，咱们肯定没问题。” 但你知道妈妈在安慰你的背后，她的内心是怎样煎熬的吗？知道。所以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啊，第一个应该先拥抱拥抱自己的妈妈，细细的品味品味，体会一下她的那份不容易。 当然，你们家庭能有这么好的、这么幸福，肯定要感谢像这个宁老师这样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宁老师，您第一次做这种善事儿是什么时间？我记得我真正开始做公益是从2006年，跟志愿者认识，然后包括加入志愿者的团队啊、呃，成为一名义工，然后自己呢通过义演修筑生命。我觉得我的音乐有了力量，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 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呃，冲击就是爱。那么在救助生命路上呢，我觉得生命大过天呐、啊。我理解了宁老师了。宁老师在治愈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在治愈自己。对，我觉得他们也帮助了我，让我的人生有了升华。对，人生的价值啊，跟以前不一样哈。你知道心理学做过有一个实验，问。 给予的人更幸福，还是得到的人更幸福？最后调查发现，给予的人获得的幸福感比得到的人的幸福感高了很多倍。所以我觉得妈妈那个星星点亮了一个火苗，那个火苗能够让宁老师看到。所以每个人，你们都在贡献着那一份爱给到其他的人。您撒了无数的爱给别人，所以您收获到的是更多的爱，因为收获是翻倍的。 石老师，我能不能提一个大胆的想法？呃，看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能不能吸纳我们的宁老师作为我们的志愿者和顾问。我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成立二零一五年，是五 A 级的公募基金，其中也有大病救助。您刚才关注的这个内容，我们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也表达一个心情。在您关注的内容当中，我们成立专项基金。 在这个专项基金当中，我代表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在里面放五万元的种子基金，表达对您的这种敬佩。谢谢，殷老师，我还有一下啊，这个专项基金呢是五 A 级的公募基金当中专项基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向全社会进行公募了。对，那么在这个公募当中，您提前先想一个，它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然后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专项基金。这种专项基金当中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嗯，好。Oh. 其实现在是一个爱的海洋，在这样的一个找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人涌入。我们每个人都因为别人愿意往里面做更多的加持，做我力所能及的所有的善行善举。 佳彤和佳彤妈妈，现在此时此刻有很多话想要说，但是我觉得现在最能表达你们的感谢的就是佳彤当年的那个约定。对，来，佳彤，我当初的约定就是以我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为您跳一支舞。好，加油！那把我们的舞台留给佳彤。 笑像极了妈妈，好棒好棒！旋转太棒了！来，此时此刻，我想采访一下二位，好像是妈妈，还有应大哥，什么感受？彤彤终于健康了，非常感慨。我觉得。 爱心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加充实、更加快乐。我非常感谢宁老师，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刻、最难的时候帮我们一把，然后也同时也感谢之前所有帮助过我女儿的爱心人，给你们鞠一个躬，然后。 我女儿现在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是多得以前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回报社会，就是教育孩子能有一颗感恩的心。我看到彤彤这么有音乐天赋，我感觉特别的高兴。但是呢。 彤彤，你想不想继续让自己的音乐的天赋、音乐的这个特长发挥得越来越好啊？那宁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您看您是做音乐的，是非常著名的音乐人，看看有朝一日，或者是今天，在我们的见证之下，让彤彤拜您为师，好不好？<laughs> 好，<laughs> 哇，这个提议太棒了！好好，这个不仅啊要送上马，还要送一程。 把彤彤送的越来越好，是吧？能够在将来更大的舞台上发挥自己更好的音乐特长。今天舞蹈跳得非常好啊！我会为你加油，帮助你。其实啊，这就印证了一句话，叫做“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今天对我来说感触挺大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成为身边人的榜样，每个人也都可以去帮助别人，只不过。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染每个比如说有的时候用话语、用言语，有的时候用自己的金钱，有的时候用自己的榜样的力量，等等等等。但只要你做，就是最好的。但其实我还有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可能石老师得帮我解答一下。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筹款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分别真假，到底怎样去分辨真假呢？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方法就是。 你要找到正规的这种公益组织机构，通过正规的公益组织机构来说来进行相关的进行捐款。那这一刻都是圆满的大结局，我们一起用镜头来记录一下这重逢时刻吧。 来，几位，让我们一起走向充满希望的重逢之路。有请！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圆梦团的嘉宾老师，助力大家的圆梦。重逢是酒，蜜酒民心；重逢是药，有回甘。但更重要的是，重逢一刻。 有离我的见证，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一定要信守承诺，人一定要去感恩。只有这样子，这个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也可以断定，这个姑娘以后的前途绝对差不了，因为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是一个愿意信守承诺的人。而且通过这个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通过这个孩子的表现方式，我觉得这个孩子错不了。正所谓厚德载物。 那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团圆季特别节目《重逢》的最后一期。那截止到现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就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各位嘉宾，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那颗心，对爱的理解、对爱的包容，以及对爱的坚持和对爱的传递。重逢记感动我的，不仅是。 找到人的结果，而是整个找人的过程。寻找它是有力量的。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谁说古难全？但我觉得重逢可以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其实人生路上可以遇到好多的坎坎坷坷、起起伏伏。 但是想起这些亲情、友情、爱情、亲人、友人、爱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内心充盈，其乐融融。让我们第二季继续重逢，让烈士回家重逢，让至亲亲人重逢，让恩人重逢，让贵人重逢，圆梦寻人，助力团圆。 让我们期待下次重逢。谢谢各位老师，我还是想看到更多的重逢，在我们下一季的重逢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期待重逢的人能够在下一季的时候喊出更多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laughs>。好的，这就是本季的重逢，我们下一季再见。再见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